你怎么来了？有空吗？带你去个地方。青渠，你陪我去。要是祖母和母亲问起来，就说我去白云观烧香了。是，聪明，那是自然。 公子到了，这车怎么没有踏脚凳啊？七姑娘见谅，我们公子平日里仗着自己腿长，都是直接跳下来的，所以没带脚蹬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 说我们家姑娘腿短是吧？哎，七姑娘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！你别，你什么你？我看你就是那意思，别在这狡辩了。七姑娘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啊！我是，行，别说了。三哥，这地方是做什么的？过来吧。三哥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跟我一起，男人那边。 这是孤儿所，这些时日，他们无以为继，我便以顾大娘子的名义捐了一些钱，他们感念，便把名字改作明兰堂。大娘子的善良可以延续下去了。多谢三哥，三哥，我以后可以一直资助这里吗？当然，这样母亲一定会很高兴的。